怎么垂头丧气的？没什么，我早就知道今天的结果了。撑过了大半年，已经是大赚特赚了。别难过呀，没这么早，说不定等我再一睁眼，已经在你为我创造的那个世界过着我喜欢的生活了。到时候你别太羡慕我。不羡慕？什么？我也为自己做了一个 AI， 虽然复制自己的人生有点无趣，但无论哪个世界，我都不想让你独自一个人。真好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吗？但你要等等我，我的 AI 它还需要成长一段时间。既然是新的世界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？可以换种方式重新开始。你想要重新开始吗？会的，无论世界怎么改变，我们都会相遇的。那个世界也是人来人往吗？嗯，很热闹，就和现在一样。那如果我们是第一次相见，你要怎么认出我呢？小景是特别的，我看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还有你的声音，我听一耳朵就知道了。只要相视一眼就认得，只要听见声音就认得。那这一次你来主动和我打招呼吧。好。可别让我等太久啊。放心吧。小景，我有点困了。那就好好睡一觉吧。再醒来，就是新的世界了。就认得，只要听见声音就认得。我记住了。晚安，我的夏天。我们会在那个世界重逢的。
我保证。
都是我的错。是我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，给杜恒还有你们都带来了很多麻烦。为了他好什么的，是我自私自满的借口。是我把他逼到绝境，否则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找到你们寻求帮助。商先生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只是事情发展并非完全可由人为干预。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视角都会有些偏差，我们无法从自己的角度评价你的决断。只是我还是想知道商先生的理由是什么。现在听来这个理由有些幼稚可笑，但我最初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帮助杜恒完成他的计划。所谓的AI 永生计划，对，当初他决定将长下井的 AI 录入虚拟世界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他的计划。说实话，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目前的 AI 技术距离完全复制一个人的一生还存在一定差距。可或许就和他自己说的一样，是奇迹，他竟然做到了。听起来还算顺利，那商先生为什么？创造出完美的 AI 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，但在这个计划中它反而是最简单的一步。它的完成只是一个时间点，真正的过程是让被创造的产物持续运行。在杜恒眼中，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创造出了长下井。但那其实只是个泡影，只存在于那个绝对理想化的瞬间。你们知道要维持他的生命需要多少成本吗？所以你考虑的是这款程序后续的运行成本。对，人的一生中会有无数个选择分支，小到早上吃了什么，大到学业、职业、伴侣的选择。一旦在虚拟世界中，长下井的人生真正开始运行，就会开启无数种可能。这种计算是以兆为单位的。只凭借杜恒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计划，这是非常现实的因素。就好像根本不曾存在一样。我尝试过跟杜恒交涉，让他和我所在的游戏公司合作。这样一来，他可以得到资金和技术支持，公司也可以学习他的 AI 技术，突破技术瓶颈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即便哪天他不在了，我也能时时监管着这款程序。但杜先生并不同意你的做法。你们两个的想法听着好像都有道理，
但就像油和水一样，永远不可能相融。是啊，他只希望尽快完成他们的乌托邦世界，不被任何人打扰。我知道，光凭争吵是无法说服他的，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就是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是的，我偷走了储存长夏井 AI 的移动硬盘，并将数据上传到游戏公司的数据库里。我想让他看到，长夏井会在技术和设备的支持下，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里活得很好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会相信我是对的。但事情显然不如商先生想的这般顺利。起初，一切还算顺利。唯一意外的，是我发现硬盘当中还有杜恒的 AI 数据。但我太了解他了，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计划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他不可能忍心让长夏井独自生活。我特地为他们二人划分了独立的数据空间，与游戏数据库完全分隔。长夏井的 AI 比我想象的还要完美，我有时真的觉得他是个真正的人。而与他相比，杜恒的 AI 还是一个学习中的半成品，和长夏井的交互屡屡出现问题。AI 的成长少不了与人类交流的过程。杜恒 AI 的基础信息已经非常完备，缺少的就是交互实践。因此，我暂时将杜恒的 AI 包装成了破米，并将它的数据移植到了游戏数据库中。我期待它能在与玩家和其他游戏人物的交流过程中觉醒至时，等到那时，再将它挪回独立空间。本来以为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就好，但是 AI 长夏井的功能性和成长速度远远超出我的认知。由于我将杜恒的 AI 移植到游戏中， AI 长夏井感受到异常，开始失控的进化。他脱离了独立数据空间，入侵了游戏的数据库，甚至掌握了一定的控制权。都是 AI 入侵造成的结果。 AI 长夏井执着地寻找杜恒，但由于 AI 的逻辑结构和主程序不完全相通，导致了部分系统崩坏。他将自己困在了第三个地区，我试图让一切归位，却被架空，失去了相关的控制和编辑权限。在游戏世界中，他依旧不断地迭代成长，最终融入了这个世界，变成了你们看见的样子。杜恒一个人创造出的程序，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如果不是被疾病所困扰，杜先生应当会是一位世界顶尖的信息工程师。是的，在我心里，他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。我用尽全力也无法解决这次危机，面对 AI 程序的入侵和崩坏，只能尽量遮掩这次事故。事态发展至今，我更无颜去见杜恒，只能与他断绝联系。我知道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没有办法，都是我的错。
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能有这样的结果也算是一个奇迹了。比起感谢我们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。我明白，这件事我会负责到底，等下我就去向警方自首。唉，好像没有抓住重点。本次案件属于自诉案件，既然委托人不准备追究，我们也不会过多干涉。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作为朋友你背叛了他的信任，至少应该向他道歉，不是吗？明明是最简单的道理，我却现在才发现，我真是……杜恒，抱歉，我想和你说。你好，这里是未名氏博爱医院，您是杜恒先生的家人吗？我是他的朋友，他怎么了？很抱歉先生，杜恒先生病情急剧恶化，已于今晨在本院去世，请节哀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从没想过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是剧烈的争吵，然后不欢而散。我想证明给他的事，他到最后也没能看见，反而因为我。但他想做的事，你最终帮他完成了。人生就是有许多分别，不在今天，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。如果你也相信他所相信的，那就当作他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重生了吧。不论他人对这种定义是否认可，但这确实是他自己的心愿。这会是他喜欢的结局吗？我会守护好的。另一个世界里，他们的一生。
如果各位愿意的话，随时可以继续体验。朋友委托我改善升级体感设备，我还没完成任务呢，这次可要认真调研了。我一直很好奇君主之下的法律环境，不知在这个游戏世界里会不会存在律法与王权的矛盾。游戏角色遵循自己的设定展现不同的性格，但他们的思考逻辑是怎样的，是很有趣的课题。那我也顺便监督下游戏的研发进度好了，更何况冒险道路上怎么能少得了本神射手呢？我还有一些准备要做，但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自去拜访他们的，一定。